上孝父母亲，下教子女爱，顾家有方法，爱妻无思念，可以烹佳肴，理应孝内务，无是非之乱耳，无不良之德性，妻子远庖厨，夫君扫厅堂，妻子三竿起，丈夫煲好汤。这位是苏家赘婿宁毅，他所犯的罪孽太过深重，确实令人难于启齿啊！大家要引以为戒，管好自己，继续自修。看好了吗？你要记住，好好从心做人。你去坐那儿吧。这是你的课本。同学，敢问此处是什么所在？此处是赘婿南德学院。上孝父母亲，下孝子女爱，可以烹佳肴，理应孝内务，顾家有方法，爱妻无私念，无是非之乱耳，无不良之德性，妻子远庖厨，夫君扫厅堂。我读实文，伺候夫人不周被罚来的。你看他小胳膊小腿儿，定是家务不力。20文。20文。30。30。在下李平。那位沈淼。这位高秋。哎，敢问你兄缘何来此啊？说实话，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底犯了什么错误。我就是去了一趟新门驿馆。新门驿馆？这算犯了淫戒吗？你作为赘婿，竟然都去了驿馆，这还不算淫戒？我没干什么，你别想歪了。我就是喜爱音律。还敢听曲儿？没有。都是我唱的，唱完那花魁还泼我一身酒呢。你竟与花魁对饮？你们别，哎，干嘛呀？快跟我们讲一讲新门驿馆到底是怎样的。其实吧，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环境也比较一般，服务态度也不是很好，没有卡座，全是包厢，低消也挺高的，也不能存酒。对对，也不能说态度都不好。那个杨经理，那个杨妈妈。服务态度不错，妈妈啊，很棒。完了，那个花魁叫花魁袁锦儿，你听说过吧？袁锦儿，对，模样是不错，但是唱的确实一般。要不讹人喧哗。哎呀，你们先生让你们自修，你们在这吵吵闹闹，成何体统啊？谁呀？这个，这是我们学院的德行长，班长，班长。幸会幸会啊！别幸会啊！一会儿先生来又让你们去法里，帮都帮不了你们。哎呀，我们与宁兄聊得正欢呢。讲什么呀？新门驿馆。新门驿馆。哎，你们几个，给我出去法里，
这，先生，我你什么？身为德行长，跟一群臭鱼烂虾混在一起，还敢狡辩？出去！好好反思吧，你们。哎，逆兄，这怎么了？他不走了吗？还举着他干嘛呀？这种惩罚有什么可遵守的？还愣着干嘛呀？他怪罪下来，我担着。你叫李频对吧？啊，那个，德行长叫冯源。哦，冯源。嗯，我看你比他们仨好像岁数都大，你这么大岁数怎么还来这儿啊？我是自愿前来学习本事的，想回家替我夫人分忧。可是这几位仁兄天天拖累我，害我现在连课都没得上了。这种鬼地方还能自愿前来？那你们有跟我一样是让夫人送来的吗？为什么呀？我倒霉啊，忘记了夫人的生辰。活该，夫人的生辰岂是随便可忘的？不是你，那这个神庙啊，神庙，你是因为什么呀？生于贫家日，无缘金榜时，苦待良缘至，飞上凤凰枝。没想到是这样啊。什么意思呀？啊，我给你翻译一下啊。沈淼呢，尚未婚配，科考多年呢，落榜。完了之后呢，穷的日子过不下去了。他家人刚好与我们院长相识，便送到这儿来，勤工俭学，待到遇到一户好人家，入赘。这吃晚饭都能作诗了。那，最边上那个高逆兄。你能再给我说说西门驿馆的事儿吗？那个高秋啊，是不太会说话，反应太慢，所以他夫人把他送过来。你完全可以把他当成一个大傻子。哎，还真像。那等于说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错误啊，那凭什么送到这儿学习呀？嗨，谁叫我们是赘婿呢？那赘婿怎么了？赘婿就天生低人一等吗？赘婿那也是有人权的呀，夫妻双方无论怎样都是平等的，应该相濡以沫，不应该分高低贵贱呢。宁兄，你真的说出了我多年想说不敢说的肺腑之言，在下佩服佩服。也别这样，我的意思是，就算是你自愿来的这儿学习，也不应该受那老师打骂呀，不能让他侮辱咱们呀。宁兄说的是，我们赘婿也是有人格的。对，我们是有人格的赘婿。对，做有人格的赘婿，有人格的赘婿，做有人格的赘婿。你们干什么？你们要干什么？我们要反抗，我们要斗争。反抗啊！就你一个人？叫你们乏力，是为了让你们反思你们的罪过。你们可好，在这儿聊起来了？要不要让你们的夫人一起来聊啊？一群吃软饭的废物！说，谁让你们把盆子放下来的？先生，不用问了，我让他们放下来的。你，把手给我伸出来。怎么，你还要打我吗？伸出来！你敢反抗我？你看我不？你干什么？
我们敬重你，叫你一声老师，希望你也能像我们尊重你一样尊重我们。我们来到这儿学习，不是受你体罚、受你侮辱的。侮辱学生的老师是最没有能力的老师。对，没错，是是。你这个赘婿，赘婿怎么了？婚姻自由，入赘只是一种形式而已。对，就是。好，你叫宁毅是吧？我管不了，我让你夫人来管你。不必了，我今晚回家亲自跟他说。拿好你的东西，告辞。哎，哎，宁兄，门在那儿呢。胡说！你看看我这是不是35？我可是排了好几个时辰才拿到的。当年我也在那排了好几个时辰，还有苏老板给我代盖的章呢。我也是苏老板亲自给我盖的章。你就是骗人，我的才是真的，你的是假的。才是假的，我的你的才是假的。稍安勿躁，让我来看看。东家，数字一模一样，还都印着苏氏不行的印章，怎么会这样呢？那还用说吗？他那肯定是假的。你才是假的，你们不行，今天必须得给个说法。想必是那天人太多，时间太匆忙，数字写重了。两位客官莫要动气，线下本店慕云纱货源充足，一定可以保证你们每个人都会取到布。二虎，带两位客官去取布。二位，里边请。东家，一匹布而已，不是什么大事，席掌柜不要放在心上。如果是一次写错，那倒是情有可原，但这已经是今天第三组号码重复的客人，若再有我们还要如此纵容，那损失岂不是越来越大？哎，嗯，哎，不，我再看看，哎。这儿，哎，不妥、啊。这里，嗯，哎，我看看，我看看，别急，我看看，哎呀，不妥，不妥呀。眼下不分胜负，算何局如何？甚好，何局？再少谈一局。哎，不了，这天下下棋之人没有赢得了你的啊，没意思。哟，这是什么鸟儿？随我来。哎呀，这位小友，你也懂得下棋？不敢说懂。能凑合下一手。来，小友，请。好。宁小友先请。哦，对，那会儿是白的先下。来，给您，请。哎。这开局有点意思啊。明瑶棋。行了啊，败局已定了，人家赢定了啊，你就不要在这死要面子。来来来，
承让。小友的棋艺，敢问是从何人所学啊？倒也没找过老师，就是没事儿自己在家拿本棋谱琢磨来着。难怪小友的棋路多变，难以定性啊。我就是觉得这下棋和做生意和打仗一样，你要是让别人知道你的后手，就没戏唱了。小子，我这可是第一次看秦老在下棋的事上认栽的。你小子以后就做我的朋友啊，你这个朋友我认定了。哎呦，那当您的朋友也太容易了，您就不怕我是坏人？我家康贤大人乃南德学院院长，当朝驸马，休得无礼。原来这就是五朝最大的赘婿啊。我这身份藏得好好的，让你这么着就给露出来了。小友叫什么名字呀？在下姓宁名义，字表立恒。那你是在家里犯了什么大错了，送到我这南德学院里来改造了？其实也没犯什么大罪过。算了，咱说来就话长了。这位老先生，还未请教您的尊姓大名。老夫秦子元。秦老，秦老的名字你可得记住了啊，这是当朝棋圣。哎，你的手下败将。哎，不敢不敢，误打误撞，误打误撞。哎，小友，就冲你帮我赢了秦老，以后你碰到什么难处便来找我，我定帮你一次。那我可记在心里。当真当真，记在心里啊。宁小友可有兴趣陪老夫再下一局？也好，请。姑爷，姑爷，不妨出事了，你快回去一趟吧。秦老，康老，在下家中有一些小事儿，我得回去处理一下。这盘棋呢，咱留着，等处理完事情，咱们再继续。告辞，告辞。不要着急啊，我们慢看啊。不要着急，不要着急。稍安勿躁，我一定会处理的。你也是在这儿买？我知道，我知道。一定当心。一定当心。诸位，诸位，诸位稍安勿躁，可否让我查看你们的票号？东家，这些票号中果然大半是伪造的。有事情呢？啊，请稍等一下，和他们一样啊。什么票号呀？这是我们的票号。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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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店中伙计密报，掌柜伪造号牌，拒不兑现货品，依据五律中点卖已当朱粒，实属诈欺，现依律查封不行，清理整肃，查。哎，等等等等，各位官爷等等，这位官爷，有人举发本店欺诈，如果属实，我自然认罚。但请官爷明察，这些票号并非本店伪造，伪造票号需要兑换更多的木云沙，这对本店并无半点好处，请官爷明察。你跟我们回去，把所有号码都带回去查验。哎，不行，那是我们的号牌。官爷，我分明是现场交钱领的票，这分明就是他们的问题，还请你给我们做主啊！向老百姓买匹布不容易，请你给我们做主吧。快让他们把木云沙交出来！对，木云沙交出来，要命都交出来！让一下，让一下，让一下，让一下！官爷，官爷，官爷，请稍后。容我和我妹妹说几句啊。大哥，你怎么来了？你店中有伙计举发，说你伪造号牌，做出生意兴隆的假象，我以为颇不合理，只是眼下的情况，你若不按数派发货品，他们会一律查封不好的。可是现下我库房里没有足够的木云沙了。我有，然而素食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，无论如何，我也不会让你这个店开了没多久就被查封了。你研制出木云沙，祖父也同意让我们二房也能售卖，如今你有难，我怎能坐视不管啊？大哥，愿将你库房的木云沙借掉给我。当然。如此甚好，
谢谢大哥。只是我有一个小的条件，以后这间布行由你我共管，可好？哎，啊，你不要担心啊，只是这一阵子，等布行步入正轨，大哥自然把店归还你。如此，大哥与我立个字据吧。好。这都怪这宁毅出了个拿号取货的馊主意，到头来不还是哥帮你吗？说到底啊，他毕竟是个外人，信不过的。你从哪儿冒出来的？那你先甭管，戏演的也差不多了，该收网抓贼了。抓贼？抓什么贼？齐掌柜，去取些水来。是，你也过来。哟，快着点儿！你给我松开！这位官爷，借票号一用。请看，娘子，你可别高兴得太早了。今天虽说发出了大量的票号，要是取货的时候有人存心捣乱，做假票号，那可怎么办啊？咱们得留个后手。各位看看这两张票号，这位官爷，我在制票号之时，将票号浸水湿透，然后盖上了我的私印。待票号干透，我的私印就会消失。唯有再次浸水，我的私印才会显现。这张印有我私印的票号才是真的，其余的全都是伪制。伪制票号的人，应该是拿了我们苏氏布行的印章。据我所知，苏氏布行的印章在我大房从未丢失。那么伪造这票号之人，是不是就是另一个拥有苏氏布行印章的人？都看我干嘛？看我干什么？苏公子，跟我们回衙门吧。官爷，官爷，官爷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官爷，您家娘子是不是也每天好好待在家里，从不抛头露面？可我这妹妹啊，她不守妇道，她不仅自行招婿，而且还涉足不属于女子的不行。我这个当哥哥的不过是教训教训妹妹罢了，这是我们苏家的家务事，你们不好管吧？丹儿，你真的要把亲哥哥送官？要是那样的话，你会被人家戳脊梁骨的，说你未正长眼，连亲人都害。你一个夫家女子，你以后怎么见人呢？你再想想，祖父会不会怪你？苏家会不会恨你？祖父为什么怪他？你们苏家又凭什么恨他？一个大家族要是想持续发展的话，就要及时止损。如果任由你这种只会拿着性别优势说事儿的人胡言乱语的话，那这个家呀趁早完了好。官爷，虽说是清官难断家务事，但苏文兴此举可算不得家务，这叫扰乱市场。我看过五律，至少要判3年，我没说错吧？宁毅，来，宁毅，拿下。官爷，官爷，不是我，真不是我，真不是我，官爷，是他，是他，就是他，他主动检举布行造假号，是贼喊捉贼，他也能拿到布行的印章。大帅爷，明明是你。我已经惩治了家贼，带走吧。啊！
生啊！居然设计陷害你妹妹，你可我不打死你！我那不是我干的，那都是孙二虎做的呀。是不是孙二虎？你自己心里明白，认了就得了。不认的话，世人也知道发生了什么。好好想清楚，想不清楚到家庙去想。祖父，逆子还不赶紧认错？孙二虎已经进去了，你要是也想进去，我不拦着你啊！来人！上家法，我亲自伺候这个孽畜。二叔，别着急，消消气儿。我舅哥呢，也是为了能拿到掌印，情有可原。更何况他才刚二十出头的年纪，还是个孩子呀。咱们都是一家人，您这当爹的不心疼，我这当妹夫的可看不下去啊。既是如此，那就暂且饶你一回。二叔，我这进门之前呀，捡着一个这个玩意儿，好像是包浆藤条，哎呀，全是倒刺，我攥着都疼。您呢，你别发太大的火，意思意思，打他个500棍，别伤着身子。畜生啊！哎真没想到，你演技还挺不错的。不是按你说的吗？先要装作无计可施，引苏文星露出马脚，然后呢，再装作勉为其难的同意签订契约书，最后引诱苏文星拿出护航的印章。话虽然说着简单，可我真没想到你的演技居然天衣无缝。我喜欢。喜欢？对啊，尤其是那招防伪水印，太厉害了。我之前还想着用碘酒，但是你居然比我还快，还想出了一个比我更简单的方法。不错。相公又在胡说了。不过今日事之后，祖父自然不会相应大哥能管理好掌印。如今你又帮了一个大忙，说吧，想要什么？那相公，哎，这好像是你第一次在私下里叫我相公吧？对啊，因为我娘，你看不出来吗？我娘就住那儿，离得这么近，那当着我娘总要装装父亲的样子吧。很有道理，可是你娘离得这么近，她耳力也得特别好，才能听见你叫我相公吧？你这样子，是不是装给这青蛙的看？对呀，青……行了，不跟你瞎闹了。相公确实有一事所求。所求。不再去那难得学院了。娘子聪慧，相公实在是佩服。那地方就不是人待吧？不想待，便不待吧。多谢娘子。等一下，虽然你的私德我管不了，但是千万不要被二房抓住把柄。怎么连你都不相信呢？我的私德，我去那个新门驿馆，另有所图。所图不轨吗？懒得跟你解释，反正你马上就知道。
老耿，哎，姑爷，原谅我了。谁原谅你了？不过，看在咱们兄弟一场的份上，只要你能帮我一个忙，往事既往不咎。姑爷，请说。你再带我去一回新闻医馆。你还要去新闻医馆呢？别喊！我去新闻医馆，那是有正事儿，给你家小姐拿掌印。上次喝太大了，什么事还没干呢。姑爷，你太无耻了吧！上次衣服都脱了，还什么都没干，那这回去呢？你想干什么呀？还说拿什么掌印？你别瞎琢磨啊！你就说句痛快话，你带不带我去吧？空。大老爷。之请东家恕罪。你做什么？快起来。大房将票号作假，我未能发现，孙二虎早有问题，我也未能察觉，是席某之过，请东家请罪。席掌柜，你在我苏氏不行多年，一直尽心尽力，忠心耿耿，我对你也是最信任的。这件事情是我的家务事，你又怎能及时察觉呢？先起来再说吧。我知道这么些年你一直尽心竭力，只不过你性子温和，遇事不懂变通，也不知留有后手。不过日后姑爷会在布行帮忙，你若遇事不决，也可多与他商议。你不必多想，人各有所长，你为人忠厚，这便是最好的。是，你先下去吧。咋样了？哎，小婵，小婵，姑爷，姑爷问你个事儿啊。您说呀。你家大老爷是个什么样的人？姑爷怎么突然问这个呀？说起大老爷吧，着实是个奇怪之人，明明家里边有生意却不肯接受，要么就是在家中学习玉山书院授课，要么就是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边一待就是一整日，也不知道在干些什么。那你家大老爷跟我有没有什么过节？过节啊，那可太多了。大老爷打从前就甚是看不上你，得知小姐偏要找你入赘，那气得三天都没出门呢。说到这个，我记性可清楚了。姑爷，打从前就甚是看不上你，得知小姐偏要找你入赘，那气得三天都没出门呢。好自为之。天气炎热，老爷心疼姑爷，托我给您带个驱蚊香。
姑爷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哎，别动！有诈！哦哦哦！姑爷，坐。老耿，嗯，我问你个事儿，嗯，你们家这大老爷是不是个奇怪的人？对呀，特别奇怪。刚才大老爷让我去他屋找他，说的话前后都不一致。他又说啥了？你之前不是让我带你去西门驿馆吗？刚才老爷特别生气，说什么也不让我带你去了。我就奇怪了，之前是他让我带你去的，还让我盯着你，说什么有不轨之举，当场处置。当场处置？嗯。你家大老爷是不是人呢？我们做赘婿的不是人吗？让你带我去新门驿馆，然后他再带人去抓我，这叫钓鱼执法，你知道吗？钓鱼执法？我们家大老爷也不钓鱼啊。哎，但是他执法还不错。哎哎，不是。姑爷，你干嘛呢？你甭管了。现在情况紧急，我得去避一避。姑爷，姑爷，姑爷，你是不是生我气了？姑爷，我没有。姑爷，你听我解释。我真没有背叛你。姑爷，你倒是说话呀！我没有背。来，我帮你。你给我放这儿。老耿，你干嘛呀你？你是不是生我气了？这事儿跟你就没关系。我告诉你，现在情况紧急，我来不及跟你解释。我出门的事儿，你谁也不许说啊。看在我给你写了那么多小说的份上。就是生我气。老爷，姑爷从家里跑出去了。知道了。姑爷，姑爷，几时有把酒问青天，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。我欲乘风归去，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。岂无浓情意，何似在人间。转朱阁，第七壶，照无眠。今又何，何时长向便是缘。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此事古难全。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此事古难全。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此事古难全。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此事古难全。长久。